开心跟 E-Star 在这里见面。E-Star 哇，我你好专业啊！播一下，对对对对，我们在法拉盛的 YouTube 应该见个面啊，大家一起聊聊怎么样？第二课上见的，对呀，很在苏老师这里，对，碰上 E-Star， 因为我们现在 News 他是最红的 ，OK， 我是个第几第 N 个 ，OK， 没有不分先后，你很勇敢，你唯一的一个女人，但女性出来能做这个东西，她是很勇敢。我觉得一般人都很害怕的，是吧？不敢。对呀，就是你是已经是女中精英了。不要这么讲，女中豪杰。对，我们要经常聚一下，但怎么样把又。你这个挺好的，你做的。对对对，我今天在这里就拍卖，然后就是。老高也在这里，老高也经常在那个嘛，就是不是在街上每天都碰到。老高他是说鱼丸，鱼丸的就是盛典41啊。四十六，缅街41/40。41/40就是天盛京美食，就在你旁边而已吧。盛京美食，哦，你不是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今天，所以法拉盛很小的，你看我们今天就刚一沙在这里第一直播。丽娜梅也很棒。我们都不很努力，就是我对这个做传媒这一块很有热情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挺有意思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个，其实我们就平常你也有你的工作，我也有的工作，就每天做同样的事情就比较闷。还是得就是出来。对对对，出来就是给大家做点视频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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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多开心的，在苏老师这里跟伊莎碰个面。谢谢谢谢。重点拿着我，那我跟伊莎合个照，这样子。好。来来，同哪位？拿一个照片，对对对。不是照，这是我们同时上个镜。哎，老高，你拿着手机，我们两个。不用，就是我现在在录着，对对对对对。直接在上面按一下。不用按，就是直接这样子就。安娜过来。来来，苏老师一起来来来来。啊，谢谢谢谢。苏太，来来来，嗯。来来来，谢谢。这很难得嘛，就是 YouTube 的。中间没有人。啊，苏老师的没所谓。这你是名人。啊不。对呀，一刷是10000多粉丝，我是6000多，我已经很满足。谢谢，对对对对对，谢谢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安娜拍一张，苏老师也在，正好太好了。凳子打开，好了，这个吧，这边好，看不见脸。没关系。这边。口罩拿来。那我，口罩拿来。对，口罩拿一下。对，这是我们。谢谢。做法拉盛。咱们这个跟丽娜梅真是有缘分，是吧？在一起。一起在做疫情造就了我们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也不容易。所以就是说，讲白了，如果不是疫情，我们拍什么其实没人看的。对，就是因为疫情，所以什么都是，怎么讲呢？就是也是一个撑了疫情的坏事变，对对，能把它当做好事。因为平常你看我2012年到2020年才有300个粉丝，就是疫情之后，哎，我马上升了6000多粉丝。不是，关键是你坚持了，好多人不敢出来。对，我是坚持，因为你看很多人骂 ，OK， 不是说那你不用管所有人，因为我看很好几个人呢，就是人家骂了，他就不敢做。拍照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苏老师有缘分，咱们苏老师缘分，他跟我本来就好朋友，他说没想到你做这个东西，他做了。我们俩以前也经常来苏老师这里，因为我们都是搞文化艺术拍卖，非常好，我觉得非常好，我也挺喜欢这种。对对对对对，但他也是很有佛缘的，我们都是佛教，好像老高也是佛教，都每天念佛在街里啊。非常好。对对对。那你这个拍卖，比如代理什么，比如再代理抽成一点啊？对对，我们拍卖就是超。就看情况，对对对对，有兴趣要卖东西的朋友就跟我联系。我也帮你宣传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大概100%多少？就看情况。10%还是15%还是20%？就是私聊，因为再聊就不能在镜头讲了，要看看。好，感谢大家，就很开心了。那我们看看过下个礼拜，有空就一起聚一聚，就是怎么样吧。苏老师，对对对，阿姨最好了。好，我们拍张照片，来，给我们三人拍一张，来。安娜，拍一张照片，不录像了。